¡Ojo! ¡Ojo!3月21日，网友晒出蒋欣片场的一条视频。视频里，蒋欣在片场休息，发现有人正在拍他，便调皮地晃动着脑袋，接着还大秀了一波脖子舞，看上去十分调皮可爱。表演完脖子舞后，蒋欣注意到背后的工作人员没有鼓掌，便古灵精怪地掐了这位小哥的手臂，小哥疼得弹跳了起来。我太难了。得逞后的蒋欣便得意地对着镜头挑起了眉。哎呀，刺挠啊，说不上啊，闹心巴拉。